天我们五峰乡桃山国校参加我们纽西兰的一个合唱团的比赛，得到冠军金牌奖，非常不容易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感谢学校跟孩子们不断的为台湾站上国际的舞台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老师们的辛苦付出，这些非常棒的成绩，真的是为我们新竹县的孩子也立下了永远的一个榜样。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突破自己，为自己骄傲，也希望我们新竹县的这个音乐学习的风气能够更蓬勃、更茁壮。也希望大家一起向桃山国小来看齐，谢谢大家。